而接定来看到这一位呢，也是话题不断了。不过是因为他接了这个新的戏剧新版《神雕侠侣》，传来很多不同的酸言酸语，那就是艺人陈妍希。这个国民女生呢，在饰演小龙女之后，好像负评不断。昨天才刚在微博po出了裸肩花絮照，不过这个照片现在又引发了毒舌议论，被批评说小龙女怎么可以露肩，认为这样子画面很放荡。陈妍希露出香肩拍照po网，还留言说绝对不会承认现在穿了肉胎装，天冷剧组还送上了暖风机让她觉得心暖暖。但是没想到网友留言啊，却泼了她一桶冷水，说这种表情给人就是很放荡的样子，一点都没有小龙女冰清玉洁的感觉。还有人以新鲜包子出炉了来亏特写整张脸的陈妍希。不过也有粉丝安慰她说，没有所谓的好看不好看，每个人演出自己的风格就 OK 了。